与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。与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，如潮浪般发生，护住冷如风。到梦曾睡入笨中，我留宿空空。防晒霜不需要买了，定妆喷雾不需要买了，素颜霜不需要买了，你可以省三笔钱。这个防晒素颜喷雾不仅能防晒，还能提亮肤色 ，SPF 50加 ，PA 4个加，夏天防晒完全够用。安利，安利，安利，只要它不停产，我就能回购一辈子的防晒喷雾。干品、油品、迷你机都可以用的一款防晒。好多姐妹不知道防晒跟隔离的正确用法，不需要再纠结了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防晒隔离二合一的，可以防紫外线，隔离皮肤与阳光的直接接触，一步搞定。而且防水、防汗、防脱妆，出门前喷一喷，方便还省事儿。如果我不说，你相信我已经快40了吗？这是坚持用防晒的第12年，踏雷无数才找到这款既防晒又提亮的防晒喷雾。一抹即化，像牛奶一样丝滑，而且成膜快，还不油腻，关键还能淡斑。我每次出门都得带上它，小小一只，很方便。